你也想要这个冲天火箭，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呀。哇呀，一踩就能飞了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好厉害呀，看起来。哎呀呀呀，又生气了，星星到啦，当当当当。这是什么呀？你要的冲天火箭呀，我们打开看看好不好啊？打不开。找个一个小刻刀小剪刀。来，妈妈这里有一个剪刀，我来给你打开，逮着。嘿，好啦，逮一下。哎哎，好了，开了，我们把它拿出来吧。哇，两个吗？哇，原来是两个呀，我们玩一下好不好？我要这个。我们一人一个好不好？把它放下面。我们先给它组装一下，我都给它拿出来了。我已经给它安装好啦，把这个火箭装在这个上，我让姐姐帮忙给我抬一下。大宝大宝，快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发现一个好玩的了，是这个冲天火箭，给你，把这个装到它这个头上，你拿脚一抬，这样的，对，使劲，一二三，哎，哇呀，飞得好远呀，你看还带闪光灯的呢，看到没有？小妹妹，我们这个都装了半天了，你那怎么还没研究明白呀？我和姐姐都玩了半天了。你能不能组装上了？我来帮你吧。来来，你俩比个赛，我看看你俩飞的谁这个高啊！来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跑哪去了？我要从这儿。哎呀，你看我看到姐姐那个带闪光灯了。